杨氏太极拳是中国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，在世界上广为流行，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，成为现代社会最具价值的健身方法之一。杨氏太极拳产生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，吸收了我国古文明的精华。以阴阳和谐为主导思想，以道法自然为原则，以健康生命为基本目的，以天人合一为深层境界，通过形体的运动体现人体内在的生命运动规律。杨氏太极拳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，一种健身方法，也是一种文化形态。它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，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一脉相承。杨氏太极拳如同书法的行书，流畅自然，起承转合处深合动静刚柔之道。杨氏太极拳在演练中如行云流水，胸襟开阔，气度松挺展达，高风亮节，运化如沐春风，气势清新高远，空山新雨。至柔乃至刚，杨氏太极拳外似柔和，内含坚刚，随取就深。开合中有吞吐气象，内外如一，物我两忘。宏大归于沉着，动势含于平静。杨氏太极拳架势舒展简洁，结构严谨，身法中正，不偏不倚，动作和顺，刚柔内涵，轻灵沉着，兼而有之。它在练法上由松入柔，肌柔成刚，刚柔相济。
杨成甫总结了杨氏太极拳练习的十大要领，它们分别为虚灵顶劲、含胸拔背、松腰、分虚实、沉肩坠肘、用意不用力、上下相随、内外相合、相连不断、动中求静，成为指导杨氏太极拳练习的法则。杨氏太极拳在初练时要求做到动作准确，更进一步要求运化内气，周身一家，神拳一足，以有限体悟无限，从自身感受自然。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，有一个普通的小镇，永年广平府，这里就是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。正是这个平凡的地方，为世界贡献出了不平凡的瑰宝。广府人杨露禅，重师于河南陈家沟著名武术家陈长兴，学得太极拳的绝技。杨露禅刻苦用功，天资聪颖，他在陈长兴所传太极拳基础上经过改造变化，演化为柔中寓刚、绵里藏针的技术特点，创立了杨氏太极拳。杨氏太极拳由杨露禅开始，后经祖孙三代人及其弟子们不断努力丰富发展，形成了完备的体系，成为今天广为流行的拳架。
阳城府为杨氏太极拳发展的中心人物，是杨氏太极拳的集大成者。他幼承家学，勤奋钻研，在前人拳架的基础上将太极拳再行修订，成为杨氏太极拳的定型者。修改后的套路更加有利于推广传播，受到社会普遍欢迎，促进了杨氏太极拳的普及。杨成甫也因此被誉为杨氏太极拳承前启后的大家。杨成甫留下的拳照成为后人遵照学习的楷模。为了使太极拳术发扬光大，杨成甫编写了《太极拳术》及《太极拳体用拳书》，总结了杨氏太极拳练习法，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武学经典。杨振铎为当代杨氏太极拳的代表人物，生于1926年，杨成甫之子，自幼随父习太极拳、刀、剑等拳械，多年来致力于杨氏太极拳的普及推广工作，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。为了把杨氏太极拳传播到世界各地，杨振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邀在许多国家讲学教课，开办了太极拳学习班。数十年来，他多次出访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，使杨氏太极拳在全球各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Thank you.
他的拳架宏大端正，全面继承了传统杨氏太极拳的礼法规范，充分体现了杨氏太极拳的神韵。Thank you.
傅中文是当代一位杰出的太极拳家，河北永年人。作为阳澄府的亲属，少年时起即随阳澄府学练太极拳。1921年赴上海做工，坚持习拳不断。1927年，阳澄府南下教拳，傅中文协助任教，后长期伴随阳澄府教学演武，并得到其静心传授。他毕生积极从事太极拳推广工作，40年代在上海成立永年太极拳社，任社长，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太极拳人才。1958年担任上海市武术队教练，训练出多位全国武术冠军，并曾担任全国武术比赛的裁判工作。60年代，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传统太极拳规范图书，杨氏太极拳就由傅中文演述，其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，在国际发行。生前为上海市武术协会副主席，1988年在中国国际武术节上被授予武术贡献奖。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武术家，在河北永年修建了傅公祠，供后人瞻仰。其子傅生远，孙傅清泉，继承家学，也是当代太极拳的积极传播者，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。
Thank you.
李雅轩为阳澄府著名弟子之一，杨氏太极拳家，河北蛟河县人。1914年在北京拜阳澄府为师，专攻太极拳。1928年考入中央国术馆。1929年任教于浙江省国术馆。1934年就任南京太极拳社社长。1938年入川定居，从此在四川传播太极拳术，为蜀中太极拳代表性人物。其太极拳架气魄宏伟，舒展大方，与太极拳理论有独到见地。其女婿陈龙香，女李敏娣，继承其拳功拳学，为当今太极名流。
崔义士，阳澄府著名弟子，河北任县人，自幼酷爱武术，1909年进北京拜阳澄府为师，学习杨氏太极拳。1928至1936年随阳澄府南下巡回，在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武汉、西安、兰州等地授权。1958年在北京成立永年太极拳社，任社长，长期在北京教学，为北京杨氏太极拳的主要传播者，学者众多。其教学严谨，一丝不苟，尤以推手擅长。其孙崔仲三、外甥张永涛等均为当今杨氏太极拳名人。
赵斌，著名太极拳家，杨氏宗亲，为杨成甫外甥。自幼随杨成甫学拳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，先后在杨虎城、冯玉祥部下任职。解放后，任西安市武术协会委员，专心从事杨氏太极拳推广传播工作。曾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，是西北地区杨氏太极拳的主要传播者。其主要传人有子赵友斌、学生陆迪民等，并指导了海内外众多的杨氏太极拳传人。